开人贵，反也不能忙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蓝天哥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帮这位粉丝抽奖。这个是中的昨天晚上那个上号抽奖1198。OK， 来吧兄弟们，接下来的，哎呦，天哪，这还是一位贵族期的玩家，我的天哪，原来是一位人民币玩家。哎呀，失敬啊，失敬啊，老公，你这么屌，你，啊，忘了看段子了，一会儿咱们来看看这段子，我感觉那个段子应该很 OK 啊，这个算是段位。哟，还有这个商店，商店咱们就别给粉丝动了，动了之后万一人家不开心了呢？哟，147。天哪，兄弟们，147，哎呀我去，很有可能要出好东西，兄弟们，很有可能啊，而且是很大的可能性要出。哎呀，高幸运值最有感觉，大家知道吧？我最喜欢这种感觉。来，我黄凤凰一会儿绝杀，哎，172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出177，来吧，领一下这个单抽东西，出。啊，没有出，对吧，兄弟们？不用慌，啊，再出，还是没有出，对吧？再出，180，你个老表还不出，出，啊，185，兄弟们，天哪，这怎么整行？你说他这个号，你说给他抽，也不行，不抽也不行，但是这么高的幸运值，我看着都费劲儿了，知道吗？必须得抽。哎呀，这么高的幸运值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还差，还能再抽44、14、15次。三个，哎呀，这家伙整的我都上瘾的，抽奖这个东西你不能忍的，抽奖这个东西不能忍，抽起来就上瘾。本来这个粉丝中的是个198，你看看，没招了，我们只能再接着冲了，因为这幸运值这么高，我去，你荣耀水晶就在眼前，你不给他整出来，你说你能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我们晚上睡不着啊，都可不行，必须得给他整出来。出，哎，还好啊，191幸运值了。196，妈呀，兄弟们，最后一发了啊！最后一发，直接绝杀，真正的喝水抽奖。最后一发，出！201，兄弟们，其实，在最早没有改版的时候，这个幸运值就是201，是顶级幸运值。哎呀，这个号也是无敌了，我的天，怪不得呢，兄弟们，他已经贵族期，结果连一个荣耀水晶都没有，怪不得有点黑啊！你看出来了好多新皮肤啊！大家发现没有，出来了好多新皮肤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啊，你个老弟，来吧，给他抽皮肤吧，抽这个新出来的马超啊，马超的皮肤，快撤了哥，哎，你不出，不出也不能换，算了吧，哎，有的英雄的话能行了，没出英雄的，哎，也就别换了，真坑，这个号真坑，你个老弟，你三思了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回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接着整。